Hello，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！我们前几天都在玩单人模式，今天终于有伙伴啦！哦，吃到大王太棒了！耶、yeah, yeah, ，吃到大王凯吉，玩哇哇！好啦，那这一次我们请喵哈来跟大家讲一下更新了哪些东西好了。啊，喵哈最会讲这些东西耶。今天更新了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啦？因为我们更新了 DLC 啦，这是购买的部分。那购买的部分，我们它总共多了三个 skin， 那有猫王 skin， 就是哲平现在穿的木乃伊 skin， 我穿的跟小白突然变成木乃伊 skin。你们那叫木乃伊哦？城堡那个城堡的 skin， 这是木乃伊哦？对，这是木乃伊。然后现在。那现在其实也还不太清楚，就是因为基本上你根据他的 skin， 他应该里面的造景会变，那就不太清楚到底是带队的人会变，还是只要有人穿就会变。所以我们待会来实验看看进去后楼层会不会变，所以我们就先一人一个 skin 试试看。耶、yeah. ，好，然后上面也有看到，就是楼层数，我们之前最多只能到10层楼，他现在到20层楼。对。然后现在的话，对下面的话就开放各位观众留言，看我们要录几集才会打到第二次。开始猜，开始又在我无限没有结局的八点档有没有？那我们要准备了吗？开始喽！啊，准备了！可以啊，来 ，go go go！ 所以它这是有增加新模式吗？还是？而且它变难了，变难了是不是？它里面抓鬼的一些东西，因为我稍微试玩一下，它里面有好、哦，就你偷跑啊？对啊，因为有人就迟到，我们就等了20几分钟都在等他。谁啊？凯吉？干嘛？南部的网络比较差你。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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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样是随机咯，对，应该是随机。哎、欸，这边下面马刚就是那个按钮的了，要先开吗？啊、记得按左边的那个 X 可以看小萤幕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好久没有玩了哦。好帅哦！哎、欸，你们要先那个吗？下面有一个那个按钮房哦。等一下。好。我在打浴室的鬼，浴室好帅，浴室超帅耶。你是来看房子的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要去看一下。欸、超夸张的，你知道木乃伊不是有那个吗？有东西要拉吗？嗯哼。然后这关还有是要拉木乃伊的那个棺材、欸，才可以把鬼用出来、欸。哇塞，真的变很难呢、欸，我觉得。它时间只有4分钟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是马桶哎、欸，凯吉，你有看到啊？我回来要看。你看，个马桶，这是马桶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你人去哪里？你是进茅坑里哦。啊，我在里面。不要看到马桶这么开心好不好？我们要抓鬼，20层，大大。哦，哲平哦，不是要来按按钮。20层，不要闹了。哎、欸，我来对地方了。哎、欸，在哪里啊？你们不是要按按钮？来啊！哎、欸，等我。所以代表他就是会随机关卡啦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是因为木乃伊是我。对啊，欸、你看你的故意级。故意级是什么？我的好像戴安全帽。不是你的，就是戴安全帽没错啦。好啦，那边给你们去，我要去旁边了。哎、欸，各位，来啊！加油哦，我们是真的要破关的，不要闹哦。哎、欸啊，好多鬼哦。不对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在骗谁？我怎么觉得有喵哈都怪怪的？我这里好多。哎、欸，他这个都给我都在抓那个变态鬼哎、欸！我为什么是变态？因为他会突然抓你啊！哎呀！哎、欸，我看到那个地毯了，超级不明显。对，他就只翘一个小脚脚而已。我不信呐、啊，一定是你气馁。他们的小鬼身上也都穿木乃衣装哎、欸！真的假的？哇，这么精致、喔！蓝色的，你仔细看、欸，也太精致了吧！哎、欸，我是希望他一辈子都一直更新哎、欸，这样我们300块就花了值得。哇，好爽哦！有没有永远有东西？我记得好像过几个月好像又有另外一个更新，对不对？那个要7月以后。就啊，那么久？对，蛮久了。所以抱歉了，凯吉，你7月还是要陪我们一下。可以。所以你也要来台北了吗？欸、他真的是很难哎、欸，他两个黄金鬼，一只会丢东西，一只就你在那边忙他哦。你在那边忙他是什么意思啊？弄一边弄你，他就想抢着也要玩啊！哎、欸，我觉得鬼的血量好像变多了耶。对啊，有感觉。那香蕉变多了。因为之前好像是100，现在200了。哎、欸、，OK 吗？我们还有2分钟、那個，还有6只，应该可以啦，可以 ，OK 的，好不好？不要瞄瞄他，不要雷。哇塞！
好像要请我吃鸡排，我突然想起来这件事。啊，你又不，你又没有揪，你又没揪。揪啊！对啊，没有啊，我是说凯基一定要来，我才会请啊，凯基，一定要揪给他。这条件有够难。凯基自己在南部不来啊？啊，这台北又不知道要干嘛、啊。哇塞！就暂时还没有一个冲动想去台北。要吃鸡排不是冲动，你看。看你鸡排对他的吸引力不好 ，A 五和牛如何？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。A 五的和牛啊，那个真的是哦，欸、是少一个房间找不到啊。这，好，去你那，应该是哇，他们血量一只都200哎、欸，大只的吗？小隻的都是小只的，然后一只就200，加油加油，还有一分多钟。外观有点不太一样，对他们有穿衣服。那个算衣服、欸、真的有啊，那、就是那个啊。你有看过《神鬼传奇》吗？哎妈的！那个奶头给遮住。奶，你不要害我黄标！裸体了是不是？不要害我黄标！可以啦，奶头而已啊，大家都有、啊、没有什么啦，大家都有。OK 的。耶、yeah, ，可以啊，还说很难，再难是什么？难哦。再难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怎么就1200啊？糟糕了！哎、欸，我画这么多，我还这么高分哦、喔！我以为我在雷耶、欸。可以。完了我。没问题。可以啦。哦、你们来南部，我请你们用假牙。你以为哦、喔？假牙很贵哎、欸！你看凯吉果然过得很顺遂。没有。又是抓住所有鬼。这一关是什么、啊？这是城堡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城堡，哎、欸，所以他真的是随机的，没错，好用心哦，欸、好猛哦、喔，哎、欸，希望他可以永久更新呐、啊，我钱都已经买了，就他对到时候出了录一集洋楼四，如果对、欸，就出到录一集洋楼四啊，对啊，就是更新到那里哇，然后接在一起哇，那个很嗨哎、欸，那任天堂就靠这个就好了，哇，可是他的。可是他游玩的人感觉没有到那么多哎、欸，应该大家都没有花钱买吧？哦，该玩哦，大家为了我们的可以啦，真的 Switch 就搭配录一集直接买的啦。对啊，最近不是有那个什么动，其他的也没什么好买的了。这样没问题了。最近不是有那个什么动什么森的那个哦，那个动物森友会，哎、欸，那个主机很漂亮哎、欸，真的，我直接去预约一台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对啊。现在这一台怎么办？现在这台我自己玩啊。你要长出另外两只手了吗？不是啊，另外一台就放着当贡品啊。哇塞！哇，没有啦，怎么可能？我哪有过得这么顺遂？如果你以那个就是收藏来说的话，那一台真的会蛮值得，因为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它的产量变少了，因为加上它是限定的白痴，冲的、啊！他后面那个是，哎、欸，我听不懂他讲什么，你听得懂吗？我也听不懂，我只知道他被地毯抓了吧？有啊，他已经是被地毯抓了，还真的是蛮凶的、欸。对，因为现在那个疫情，这地毯白痴啊！哇，难过！现在那个疫情，这地毯白痴。好想打直播听。可是我觉得其实他还是蛮明显的啊，你怎么会走上去呢？哇塞，你待会就不要走到哦。然后就马上啊！哎、啊，没有他。欸、他有好多东西可以互动哦！你看，隐形门。哎、欸，大哥大姐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们只剩2分钟，不要在那边闹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，对，蹲在这里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，我们先。隐形门呢？我们现在那个。两啊！小弟，你要过来这里哦，这大鬼。300血的，真的假的？救命啊！300血的大鬼长得超不一样啊！好，我来了。而且他是藏在隐形门里耶，这太夸张了。好，我来了。我怎么都吸不到啊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你们那边还有鬼，我这边也有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们已经快要达成目标了耶，你们是不是需要隐藏鬼啊？不是，对，这边好像已经算，可能要过来。你们那个是隐藏鬼，因为我这边有两只哎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啊、哦，完了，我要。你们是不是打 BOSS 啊？没有，他教我。你们打到 BOSS 关了是不是？
我不知道，我剩9滴血了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哎、欸，不要表现我啊！我还在地上抖，我还在地上抖，我还剩9滴血、啊，白痴！你不要！我躺在你旁边了。你在干嘛、啊？一起睡，一起睡，好的。一起睡啊！哇，泽皮大大，我来，我看一下什么隐藏鬼啊！我靠！就是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是……你刚拆我的头，真的是石头鬼、欸！哇哦！你被四个强霸轮流哎、欸，所以它算是额外增加的吗？对，它是额外增加的。哦、各位，拜拜！哎、欸欸欸！白痴啊！我要去带我们破关啦！不要这边闹了。好啦，交给你了。可是这两只也算鬼吧？你就这两只弄一弄啊！你怎么知道他们？你怎么知道他们是鬼？总共我的画面看得到四只，因为我有戴眼镜。哎、欸，他居然有这个特殊的墙壁，好猛哦、喔！对啊，这个我在想，他这可能是就是你额外找到这个，你就变到说，他其实里面不止20只鬼，你可以打这个去算里面的数目。对，聪明。应该是这样。我们现在在躺分诶、欸。对啊，你就在那边闹啊。躺分诶、欸。这个就是我刚才等着。你们就在那边闹啊！到底在干嘛、啊？欸、可以上去吗？我们可以上去吗？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可以啊！哇，3915哎，不愧是德。我有 bug 哎、欸，因为我刚戴那个眼镜，所以我现在所有的画面都是蓝光。蓝光？他没有做好。可以保护你的眼睛呢？看起来超像劣质电视。